生肖属综合运势防小人是今天的头等大事，做事低调为主，不要四处招摇，小心被人盯上哦。阿德福第四门词事业运势不宜商谈工作事业之事，凡事淡定点，工作上应以稳为主。财运运势注意守财，避免出现破财之事。感情运势有机会与心仪的对象相处，很容易就从好感转为爱意，要好好经营这份得来不易的爱情。健康运势注意平顺，身体是革命本钱。旺财方位，此日利于朝西南方出行，东方不宜。旺运宝贝，玉石旺运颜色，米色、黄色生肖贵人，龙生肖牛综合运势，生活的单调开始让你有些浮躁，想要体验更具激情的人生，希望多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哪怕遇到困难也要迎难而上。事业运势阿德福第四门词工作难度不小，你却能轻应对，精力充沛的你能将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财运运势花钱请客的几率高，只要能改善人际关系，对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也是物有所值。感情运势恋人之间的打打闹闹让感情变得非常甜蜜，爱情很容易在欢声笑语中升温哦。健康运势，健康运势良好，多饮水，避免生冷食品。旺财方位，此日利于朝北方出行，南方不宜。旺运宝贝，水晶旺运颜色，蓝色生肖贵人，属生肖虎综合运势是时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了，只有真材实料，优秀的人才会拥有更好的平台和更有价值的人脉，充实自己，会给你带来更好的发展前景。阿德福第四门词事业运势工作繁忙也要记得忙里偷闲的休息一下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要让身心太过疲劳。财运运势财运较好，容易得到长辈的金钱资助，所以要在长辈面前好好表现哦。感情运势有机会与心仪的对象相处，很容易就从好感转为爱意，要好好经营这份得来不易的爱情。健康运势，健康运势良好，多食用杂粮，对健康有益。旺财方位，此日利于朝南方出行，西方不宜。旺运宝贝，玉石旺运颜色，黄色、米色生肖贵人，狗生肖兔综合运势金。天会收意外的惊喜，能够发现许多以前没发觉的细节问题，事业进步非常大。阿德福第四门词事业运势，身边的同事、朋友、家人可能会需要你的帮忙，要是有能耐的话，不妨热心一点帮助他们。财运运势，财运旺盛，很适合做些理财投资。感情运势，和另一半好好详谈你们之间感情发展的和对将来的展望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对你们的感情有所帮助。健康运势，健康平稳，多锻炼身体吧。旺财方位，此日利于西北方出行，西南方不宜。旺运宝贝，水晶旺运颜色，蓝色生肖贵人，猪生肖龙综合运势，做事反复性会比较大，有些略犯小人，注意低调行事。事业运势，事业发展方面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并需要搞好周边的人脉关系。阿德福第四门词财运运势，财运一般，理财需慎重。感情运势，既然打算要和对方在一起，就不要担心，让彼此共同分担压力，不要有事自己承担，让对方容易产生误解。健康运势，健康运良好，适合海鲜类的食物。旺财方位，此日利于朝南方出行，东方不宜。旺运宝贝，玛瑙旺运颜色，红色生肖贵人，马生肖蛇综合运势，今天你需要一股支撑，你的动力永远来源于自己细心守护的家人，没事多陪陪家里人吧。事业运势，今天工作运还不错，同事之间配合默契。财运运势，投资没有太多的收，可以尝试一下新的理财项目。阿德福第四门词感情运势，和另一半好好详谈你们之间感情发展的和对将来的展望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对你们的感情有所帮助。健康运势，之前的锻炼让身体有了好的变化，变得更强壮。旺财方位，此日利于朝西方出行，东北方不宜。
旺运宝贝，金银旺运颜色，白色生肖贵人，鸡生肖马综合运势。今天要多注意钱财方面的问题，钱财开支花销比较大，注意守财哦。事业运势，工作上会出现一些机会和选择余地，但运势需慎重，不可盲目下定论。财运运势，财运不稳，注意守财。感情运势，感情上有些小问题、小矛盾出现，建议不要小题大做，以和为贵。阿德福第斯门茨健康运势，心脏、眼睛视力和上呼吸道方面需多注意自我维护。旺财方位，此日利于朝西北方出行，南方不宜。旺运宝贝，玉石旺运颜色，米色生肖贵人，狗生肖羊综合运势。今天逢破日，心情不爽，做事不顺，感觉生活比较压抑，注意调整心态。事业运势，工作上多点变通，多花点心思找些解决办法，不要总是唉声叹气。财运运势，财富运较差，容易出现破财是非之事。感情运势，两人竟然因为一些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建议都冷静冷静为好。健康运势，健康上需注意脾胃、皮肤、腰肾、泌尿系统方面的维护。阿德万而第四门茨旺财方位，此日利于朝南方出行，北方不宜。旺运宝贝，玛瑙旺运颜色，红色生肖贵人，蛇生肖猴综合运势。金天是吉祥的一日，魅力四射，个人魅力无形中散发，得到不少人的青睐。事业运势，与同事之间的配合默契，虽然老大对你要求颇高，但今天算是有个好的机缘给老头留下好的印象。财运运势，投资上有个人的见解，可能会有一笔不错的进账。感情运势，感情上没有什么大矛盾，好好享受二人甜蜜世界吧。健康运势，健康平稳，少吃点甜品利于运势。旺财方位，利于出行，东南方出行，西北方不宜。阿德福第斯门茨旺运宝贝，玉石旺运颜色，米色、黄色生肖贵人，龙生肖鸡综合运势。做事没有头绪的你，不如回家跟自己的爱人或者跟最信任的朋友讨论讨论，他们能够给你一个真正对你好的意见，也能给你带来更大的视角。事业运势，如果有同事给你意见的话，你最好倾听，很可能他们看到了一些你忽略掉的东西。财运运势，可能会买到一些比较有促销力度的产品。感情运势，今日你轻轻巧巧就能博得对方的欢心，对方的回应也往往让你感到意外的惊喜。你如果能欲擒故纵，成功的速度会更快。健康运势，注意饮食。阿德福第斯门茨旺财方位，利于出行，朝南方出行，西方不宜。旺运宝贝，石木旺运颜色，青色生肖贵人，虎生肖狗综合运势。今天运气不是很妙，很容易因为一些事情内心受挫，内心要坚强些哦。事业运势，事业方面多不稳定，容易遭受小人攻击，需注意搞好周边人脉。财运运势，注意破财之事，不宜理财投资之事。感情运势，需多关心，多聆听另一半的意见，不要偏听偏信。健康运势，注意磕碰、血光、皮肤及肠道的健康问题。旺财方位，此日利于朝南方出行，东北方不宜。旺运宝贝，玛瑙旺运颜色，红色生肖贵人，玛阿德福第斯门茨生肖猪综合运势。今天是你活力十足的一天，而且思维也特别活跃，很适合做些平日难以处理的事情哦。事业运势，今天十分适合你邀约客户做商业谈判或者合作，这会为你带来能力与收入的提升。财运运势，财运一般，不适合理财之事。感情运势，比起那些暧昧不清，你更想要的是约会恋爱，和喜欢的人腻在一起，对你来时说是更加美好的事情。健康运势，健康状态不错，久坐起来多做些运动吧。旺财方位，此日利于东北方出行，西南方不宜。旺运宝贝，石木旺运颜色，青色、绿色生肖贵人，虎阿德福第斯门茨。